今天我们这场地可不走啊，我们去检郡。走，班高，解封了。下来。下来，下来去。到了检郡的时候，天还没亮，山脚下就全是人了。我们现 在天刚刚亮的时候，人家就捡了回去了。我们这个点来只捡得到军爸爸。加油！你看前面那只猪猪。这俩家伙。你过来呀。才过来的，走，从这儿进去啊。你这个路不对。不，这玩意儿是有刺的。过来，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好多呀！哎，你过去，过去。啊，你踩到了，过去，快点。看看，怎么样？我有点不认识呀，这个你认识吗？你看好多，这里这一片，这个叫什么菌？我很少来捡，平常我们也不认识这个呀。试图一下哈。对，蘑菇。嘿，你这识别的不错啊。我也知道它是蘑菇。蘑菇，既然是蘑菇我们就带走啊。这叫山珍，看看啊。哎，挺干净，有些日里面会有小虫，这个没有，挺干净的。来，红杆杆白杉杉，这个不是红杆杆，这是黄杆杆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你俩挺会等呀，你看那个还在这儿。走，过来。这检郡的人都走了一条路出来了，虽然你被拴在那儿了吧，他们被卡住了。好像不是很聪明的样子。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，思月？他被卡住。你这个，等着我来帮你。你这个有点，你被锁在这了呀。来，哎呀，你是哈哈狗呀！来，过来，出来。好的，解封了。来，走了，快点。哎呦，家伙！他这是跳马是吧？有点，有点啊。哎，我又看到了呀，这个是白伞伞，咋整？不过人工菌也是白的呀，是吧？来识别一下。识别的不错，蘑菇。你这家伙识别出来全是蘑菇呀，应该可以啊，你看，叫什么麻母鸡还是叫什么？对，就是它吃了你嘴会麻。这感觉挺好看的呀，你看。要不我们把捡回去给我爸看？对，把这个捡回去给你爸看一下。那两只狗在吃草。哎，过来，班哥，来闻闻。闻闻，遇到菌子就去找。哎，不要吃。哎，你什么玩意儿你都吃？你是哈狗吗？小心有毒哦。你看，又拿到山珍，红杆杆，白伞伞。哎，走了，我都还没歇呢，快点。你去躺一下了。走。它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这个太小了，就留着吧。歇在后头。走。你早就被他拿走了，歇表示。走。你看班哥这，哎呀，两蹦三蹦就上去了。来，我拉你，要不你冲一下。哎呀，冲靠四月了，四月冲上来，上来。四月表示为难狗。哎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。猪猪真的太窜的，那感觉它坏了，时间长了，留着吧，让它在这儿发芽。哎，你在这坐着干什么？我们走，快点，思远。发现什么了？这个是可以吃的呀。
什么呀？草莓吗？锁梅。锁梅。野草莓。山莓。山莓。这是可以吃的，我记得。是可以吃的，我们经常小时候经常摘的。尝尝。这可以吃，甜甜的。酸，那我就不吃了，走。酸的，给班哥吃。走累了，走了一个小时了吧？现在。猪猪狡猾。猪猪，猪猪坐，猪猪坐不稳了，在这里。坐，坐，坐。真的要倒掉下去了。给你，来，谢谢谢。咦，咦。休息一会儿再走，不是我都没有你那么喘。你看一下四月多淡定，是在这儿休息，不是在这儿睡觉。四月，你都睡上了呀？走走，我们要出发喽，走喽！哎呦，起来了。前面遇见放牛的了，不光是牛群，这是羊群。和牛群的混合群，老远就听见这个铃铛声。这边都是自己养的山羊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绕着走啊，不然把人家的牛羊给吓到了。走，下边，进山，走，走快点，加油。在蠕动，凡哥都去接你去了，四月都比你快，四月肯定比我快呀，四月四只脚。哎，我们在下面发现这个了，是什么？杨梅。杨梅，这个特别酸。哇，这是野杨梅，这个闻着可以淌口水，好酸啊。这个摘两个回去拌菜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打电话去，那土了，谢文一个。哎，那个都有点小啊，这儿、这里，还有那儿，这个，这个都是。那下面这个，这个也是，特别多。为什么我们发现的都是这种菌呀、啊？没有其他的了吗？有可能啊，是人家不要的，是吧？你跑那么快干什么？怎么了，大哥？我们只是在这休息一下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是在你背后坐着呢。走。哎，这就出来了。哟，这叫吃猪肘的菜。哎，这是菊苣菜是吧？哎耶，我们这出来就在我们停车的地方了。现在感觉有点飘雨过来了，感觉对面下的还挺大。走了，走回去了吧？好呀。哟。哟，你有点矫健吗？哟，让着班长。你看这个就通过这个什么动物传播了，这个种子。好吧，给它传播在这里。回去了，回去清点一下战果，看村庄。哎呦，看看猪猪在后面，看看这只猪，猪在后面，猪猪热得很。今天天阴呀、啊，你是不是晕车了？哎呦，花肚子还漫天星啊！一次一剁的吃不上，我捡了这么多，两个包包嘛，还敢？这。你多的吃不上，花豆子不会挠，但是不好吃。漫天星是会挠的，这个是有毒的。